No, okay. Thank you.
130，这个都要交那个豪宅税啊。啊，豪宅税吗？对啊，你超过80-90的要交，90-140一个档次。现在有新政策啊？一直都有啊。那是人多了吗？人多了啥意思？他不按人，不看人口啊，不按人均面积，就按你一套房子多少啊？对啊，他鼓励三代鼓。两代人住个90。对。80多的都也，80多的是不用，超过80-100是要，所以是不合理。那房子挺好的，就是上班不方便。那地产都被搞死了。它主要三号线太挤。
想订那个店订那个店，要提前一两天订才得行，现在订不到。反正有票。爸爸是什么？爸爸叫什么？爸爸叫鹏鹏，是不是？他鹏。他鹏。那爷爷呢？奶奶呢？奶奶叫什么？奶奶叫什么？直接打包回来不得臭，它是熏过的。我直接带上飞机，然后晚上叫我们一起吃嘛。我下午晚就弄不，我想订个早上的票。拜拜。